经汇集本。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时间，他老人家有两句话说：做事无如念佛好，此生断为大进来。可见他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的，就是汇集这部经的，他的任务啊。黄念祖老居士来，他也有任务，为这个经做个注解。他用了6年时间啊，整整6年。连公会集，黄念祖老居士集注，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生起信心，啊，我们没有怀疑，深信不疑。我们深入，一遍一遍深入求解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们把一切经放下，一门深入。不但在解门，我们不断在求行门，对于解门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真正能做到，会帮助我自见其意。今天的深奥的意趣，我们能体会到。自己能悟到，不必求别人讲解。啊，那我们修行重点放在哪里？放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啊，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真心，我们的觉悟跟佛没有两样。啊，这个是修行的总目标，总的核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愿海同振，一门深入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是教学的理念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入门的方法。自见就是大悟，大彻大悟。上根立志就明心见性，中下根性的人一定有大悟。啊，大悟很多没有学过的，没有经历过的，全都明白，啊，全都知道了。